我是陈文才，今年64岁，我接管这个饼家，他们Hock Seng饼家，从我的爷爷接下来的，现在我们已经做了第三代，所以一直在做这种古早味的东西。我们做的是马蹄酥、小沙饼这种东西，古早。就像讲到这马蹄酥，我们以前是叫做马蹄酥，这个里面是没有马蹄在里面，只是他们的馅料是叫做马蹄，像麦芽糖在里面，它的形状好像是像马的蹄，所以叫做马蹄酥。这种是我们同安接接下来的福建人的饼干，就在这现在我们已经做了80多年了，我爷爷到现在已经3年了，第三代，所以就现在我们一直做这个古早味的东西。那么是到今年是马年了，我希望马年的生意会比较好一点，或者会热热上阵哦，给每个人就好的开始，这没有什么可能性。